有点紧张，有点害怕。没事啊，别紧张。桑葚，小姐，我想好了。这包药没有任何毒性。小姐，你疯了？你别想不开啊！夫人，您……哎呀，我想不开什么呀？这是蒙汗药。想什么？融入茶水六个时辰，人就会陷入昏迷。但这六个时辰……你要给老爷下药？现在只有这个办法了。等到我和宁玉轩过了今晚成过亲，爹想阻拦也晚了。可是，怎么能下药呢？小姐，小姐，你这……小姐，桑葚，这次行动只能成功不能失败，这可是你将功补过的机会啊。桑葚一定亲眼看着老爷喝下茶水，寸步不离守着老爷。希望爹能够原谅我吧，毕竟我和宁玉轩兜兜转转了这么久才在一起，真的不容易。夫人，您别担心，等您跟侯爷成亲了，日子过得幸福，老爷自然不会怪您的。侯爷，提醒您一句。不要紧张。做了这么多，夫人真的会来吗？她肯定会来的。宁雨轩，宁雨轩。是想说，我先提前布置好，等你来，我们就可以直接成亲了。别害怕了，我把他撤了啊！你傻！我谁说不喜欢？花你买的？是。这个就是你一会儿穿的时候就围在领口的，啊！坏了！不可能，我全部检查过的，哪儿坏我？女孩子在出嫁前不能见夫君。我先撤。等一下。
你等我啊。我说让你等我，你听见没有啊？啊。喜服穿在夫人身上真好看，过了今晚夫人就是真正的夫人了。奴婢一想到宁府热热闹闹其乐融融的样子，奴婢就开心得不得了。夫人您不开心啊？哦，当然没有，我只是……只是什么？只是没有得到父亲的祝福，只是第一次穿婚服有点紧张。哎呀，夫人现在就是全天下最美的新娘子了。奴婢给您梳头。嗯，一梳梳到头生活乐无忧，二梳梳到头健康又长寿，三梳梳到头夫妻共白头。宁雨轩，嫁给你是我长久以来的梦想，希望未来的我们能够简单幸福，平安快乐。父亲以后一定能够明白我和宁玉轩彼此的心意，然后祝福我们。谁啊？你怎么来了？袁大哥。幸好来得及，没有铸成大错。什么意思啊？